这个人不知道一大早要跑去哪里了，大家要找都找不到他，然后念他一下。哎，子胜，你要跑去哪里摸鱼了？你是对我有意见啊？对啊，不爽你很久了。哦呀，我去帮客人买药四级的食材，就是香菇。对，那如果有想要买香菇的，可以找那个绿色的 CEO 香菇园。反正老板年轻，做人又实在，然后又阿莎里。这么突然的自入性行销吗？啊，你在干嘛？在调间距。这台是什么机器？这台是轮肉机啊，把东西压扁，肉类啊、香菇啊，任何要压扁的东西，这可以看一下。我可以放进去吗？可以。手进去的话，哈，就是这有正反转，进去你再把它转出来，手就会出来。这些是泡软的香菇，香菇头、香菇脚。啊，压香菇要干嘛？那客好像是做素肉松哈，然后我来看一下它的效果。好，来。没有，好像都整个压扁了。都扁掉了，很厉害了。对啊。你像猪肉啊，像我们知道的猪排，它也都是用这种机器把它去压扁。只要有任何的设计需求或是问题，直接私信我们，拜拜。